我是阿森。这集我们要抽出的就是联庭光司跟莫纳工作室啊，好，联名泡泡玛特的鳄鱼跟兔子那一集。那我们将会抽出一位啊幸运的网友啊，赠送指定的盲盒一盒，然后阿森就会去买来送给你。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复制连结。然后贴上，然后我们会有关键字哦，关键字是联庭光司，字也不可以打错。然后抽出一个，开始抽奖啦！OK， 我们恭喜于小丸，好，然后我看一下自己应该都没抽 ，OK。然后于小丸啊，如果说我看到这个影片的话，再把呢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再打开小铃铛啊的截图啊 ，mail 给我们小编，然后如何 mail 给我们小编呢？都在我们说明栏里面。然后指定的盲盒啊，你可以指定就是一二三款，然后如果说买不到第一款，阿森就以此类推。然后尽量就是新一点的，让阿森啊在市面上买得到的。OK， 大家拜拜。